谢霆锋父亲谢贤曾感慨表示，想不到儿子谢霆锋会跟自己同样走上离婚之路。日前谢贤做客郑少康为奇妙电视主持的节目《天下第一夫人》的时，谈及此事不禁哽咽道：“这个是我孤独老人的创伤，每时想起都难免落泪。”谢贤坦言好喜欢谢霆锋一家，尤其是张柏芝。他说：“我成天和别人讲我好喜欢他，因为他帮我生了两个孙。”节目中，郑少康问谢贤和底波拉结婚25年后离婚，此事对谢霆锋有无影响？谢贤不以为意说：“应该没有吧，我决定离婚前有征询过子女意见。”霆锋很潇洒，赞成我同拉姑做好朋友，所以就算有影响也应该可以理解。主持人问谢贤有没有和王菲见面，他笑笑道：“霆锋从来不会问我认识什么女孩，我家不兴问这个的啦。”至于四哥和现任女友 Coco 拍拖已10年，四哥坦言不会再婚，说名分是假的，两张婚书我都撕烂了，还结来做什么？四哥近期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霍霆锋送赠8000万豪宅，不过他在人前却半平常说：“难道要我跪在这里谢谢他吗？”当然半潇洒了，不过我心里面说的是我没生错这个儿子。